跳起来勾中间，再捡个传送球。哇哦，滑着就过来了，超级勾！其实传送球反正也能炸，拿个没人要的钩子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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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通缉了！雪王睡着了，太危险了，我要把他叫醒。嗯，怎么变成菠萝了？杀！你不是他，非得真回来吃个电池。哎，我刚吃的电池就射我一箭啊！原来是小黄啊，真度假度！杀了，太黄了，闭个胆！哇，活的接口妹，杀了！哭什么哭？还有你，哭都不哭，杀了，双杀！嗯，复活甲，哎呦，再杀一遍！吐个泡泡，咕噜咕噜跳起来，啪，杀了！嘿嘿，又泡个空穴，啪，双杀！翻滚回拉朵和扳手，前面这两个人不对劲，再来一起。先把羊抓了，跳起来，啪！哦，无敌！果然一起的，回头丢咕噜球，点还是没用的道具，大家把这个先用掉。糟了，没点长进，嘿嘿，命大！快来玩了，泡住，先来咕噜球，啪！啪！啪！点三百，拉扯回头，嘚儿！小羊加油！杀了，拿下。